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72期的节目。哎呀，我兴奋到舌头都打结了啊！到底什么玩具让我这么开心呢？哎，这个 Yolo Park 所推出的天灾，这个可以自行组装但是不能变形的可动人偶，这个是我期待非常高的，因为去年的时候呢，玩过它第一波推出的柯博文、大黄蜂还有金刚王之后，我对这个系列已经彻底的沉迷了啊！说真的啦，这种价格台币8-900块，甚至后来还有稍微再叠一点点，相当于是市价一个 Voyage Class 的玩具的价格了啊！我真的觉得 CP 值还是挺高的。所以说当我知道他们还要后面陆续推出天灾、黄豹还有犀牛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高兴，这个系列能够延伸下去真的是太棒了。那我今天的话呢，先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一款天灾，而它的组装过程呢是非常之简单的啊。除了说明书已经有详细的说明之外，其实你只要按照盒子里头由上往下左右它都已经帮你排好了，你按照顺序把它拼凑下来，基本上吧，正常的人类应该能够顺利的把它完成组装才对了啊。那我们就来看到玩具的本体了啊。那看到本体的话呢，因为它是一个不能够变形的玩具，它在还原度上呢势必要提升很多啊。那我们就拿出一个官方先前的 SS 系列推出的 Leader Class 相比，有人说呢这一款 L 级呢应该本来是在第7集的主线的玩具里头出现的，因为它的样子呢跟电影里头出现的形象呢是有一定程度的落差的，然后第7集的主线的玩具呢反而它可能是电影还没有正式播出之前只是给设计师们一个概念他们去做设计的，所以跟后来电影里面出现的形象呢有着相当程度上的差异，有道理，但是不是真的我也不晓得啊，各位可以给我科普一下。那这一款官方推出的 L 级的玩具呢是目前吧可以变形的这个天灾里头呢肯定是指标甚至是最好的一款了，因为其他都是一些就是一键变形啊或者是快速变形的这些非常低龄的那个等级的我们就不提了啦啊。那我们再顺便多提一个吧，这个布鲁可积木前一阵子推出的小型的这个天灾啊，这一款我自己也很喜欢，而且它是有一个发光啊，有一个发光的一个功能，这一款我也非常的有爱了啊。Anyway， 那我们今天先对比这两款好了。首先的话，我们看到一个身形肚子的部分，这是最明显的一个肚子，它这个话已经做得非常性感，就是一个小鲜肉，一个腹肌的感觉。面部的话呢，则是以脖子的长度作为一个最大的区分。在官方的版本，这个脖子是做很长的，这个也是人家说呢，这个是之前概念稿所提供的一个样子。而实际上在电影里头出现的话呢，它的脖子呢是没有做到那么长的。再来是肩甲的形状。它这个肩甲的形状呢就是真正的骑士板甲的那种感觉了啊，然后上方有这个被它猎杀过后的派系的这些标志啊在身上啊，包括手臂上面都有，而官方的这个原本的 L 级的话呢则是只有一些刮痕。那么胸口的话呢大小也是差很多啊，因为官方这个牵就到一个变形的部分，这个我们也就不要那么样的一个去苛责这个部分了啊。那当然背部的话呢往往是牺牲最多的，也是这一次的玩具的话呢给人最大的一个视觉上的一个享受，就是它的背后啊非常的好看，左右动的话呢还有一些这个零件的好像会错位错开来一样啊。后面这两个圆圈的形状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布鲁可的这个身上一样可以找到类似的一个结构啊，烟囱的形状分布啊什么的，这个脊椎骨一样的造型，这个让我想到环太平洋，就那个主角他们在搭乘这个战斗服的时候呢，在穿载战斗服的时候有那种感觉啊。然后它的一个背后的话呢可以看到由于官方这个是需要变形嘛，所以它有轮胎，这一次的轮胎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巧妙的坐在哪呢，坐在这里头啊，像是包覆在这个膝盖里头的一个样子，以及呢这边还有一处在哪呢，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在这些位置上面做出了轮胎的造型，不过它这个轮胎其实只有半颗啊，就到这边而已啊，不对，应该说三分之一颗啊，只是做个样子让我们看到而已，但是意思也是非常之足够了。再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武器了，在官方所配置的这个武器啊，其实当时我感觉说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啊，就后来的话呢经由这一次的这个搭载之后我终于懂了啦啊。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个武器给做一个替换，直接的用力的插拔就可以了啊，这个直接拔掉，然后呢扣的时候呢是这样子把它给扣进去，扣到底啊，然后呢这个手臂先把它合起来，哎，这样一来的话呢就等于是这个
官方的这个换上去之后的这个手炮的一个样子了啊！终于原来是这么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一直误解你了啊！嘿，说我很喜欢电影，其实也是随便看看而已啊！好，那这个造型的话，就是它一个发射出，应该是把这个飞鹰的飞箭的话呢，给打成一个特殊状态的那个武器，应该就这个了啊！那我们的话呢，这个本身还可以，如果你要拍照的话，可以把它张开，感觉的话呢，就好像有比较厉害嘛，应该有吧。那替换也是很简单啊，都要用点力气啊，才能够把它给扯下来。那我们还是把它换回它原本的这个手好了，顺便看一下它的手臂。这个里头的话有可动啊，这里，但是可动只有一处两处而已啊，指尖是没有另外多可动的，本身还可以旋转啊，这是它一个乐趣吧 ，maybe。但是呢，相较于这个手的话呢，另外一边这个指头我觉得就做得很好看，尖尖细细长长的，这个真的是有那种类似那种死灵骑士、骷髅骑士啊要来索命的那种反派的感觉啊，非常的赞。那这武器也做得很尖锐了啊，但是呢基本上扎人不疼，它这个倒角处理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武器的话呢就是直接插在这个孔位啊，这个拔出来的话呢，因为这个我插得很深了，拔出来不是那么容易，你也舍不得我拔出来对吧。好了，然后这里其他的一些细节的话呢，我们就大概比较也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啊。身上的铁链啊，官方的铁链反而还比较多，你看它除了胸口之外，它在大腿的部分啊、手臂的部分都还有铁链，而我们这一款 Europark 的话呢，反而这个部分就没有了啊。那比较完了这些细节之后啊，我们单独来看一下大家比较关心，就是它的一个可动怎么样。其实它的可动我觉得算比较一般了啊，比较一般了啊。头的话呢，是因为多重的一个关节，动起来是还蛮爽的了啊。啊，对了，它这个头是可以，头雕是可以做一个替换的，这个地方拔下来，整个是这样，整个部分拔下来。这里的话呢，能不能再拆啊？我是不晓得，但是我不想拆了，我直接换上另外一个面雕给各位看一下，就扣上去啊。这个就是被脸，这个脸被毁容之后的样子。其实我再多嘴一个事情好了啊，当时在公布第七集，因为电影已经下档很久了，我就可以讲这个说。当时其实不是有人说，这网络上谣传说这个天灾呀、然后夜莺跟那个，另外一个反派那个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就是这三个反派其实是大黄蜂、柯博文跟这个 RC 的一个镜像世界来的使者啊，所以他有可能是镜像世界的 OP。那我本来也以为说电影里的会不会把他面具拔掉之后，里面其实我是 OP 的脸，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是不是感觉就好像又是另外一个可以延伸的故事啊？但很可惜，并不是。当他脸露出来之后呢，我发现你只是个普通的老人脸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可惜啊，你没有好好发挥，对吧？那他这个面部的话，有一个地方可以动，他这个嘴巴可以张开，而且我这个家伙的话呢，我是使劲的全力，我发现了他的嘴巴好像我怎么压啊，他都没有办法完全密合，他嘴巴一定是有点张开，而且他的下颚这个地方非常的紧，我要把它抠开呢，或者是捏进去的话呢，我几乎都要使用道具才能够把它给张开啊。反正就是，来嘴巴张开，检查牙齿了。反正就是一个嘴巴口风很紧的家伙啊。那它的一个胸口，各位可以看到了啊，它这个外面这一块零件，因为它这外面这块零件是另外再组上去的，所以它的一个这个什么，就是破碎感、分件的感觉会更好。手臂360度的转动也是没有问题的，手臂平举啊，由于它这个开口的话完全平举是没有问题。胸口这里一样可以动啊，左右动有限。那腰身的话呢，可以360度的转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地方这块部件小心不要让它推掉了啊。那脚的话呢，它一样啊，有一个往下面拉伸出来的一段的关节啊，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得到吧。所以的话呢，你要完全上踢啊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地方就走光了啊。甚至如果你想加高它的身高的话呢，啊，你可以偷偷的话呢把它给往下面啊移动一点点，甚至我自己觉得吧。你把它弄这样子的话呢，我感觉在某几个角度可能还更加的好看一点，但是正常的身高比例的话还是把它给推回去。那脚膝盖往后的话呢，这个地方要打开啊，这里才能够折到最大，就到这边。那这里的话呢，也有一些像是齿轮一样的刻画。脚踝啊，当然应该也是有一个左右转动啊，但是这个接地的话呢，我弄了一下应该是没有。好，后面这里小细节给各位看一下。那最后的话呢，我们来对比一下先前推出的 Europark 的几个同系列的玩具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身高，还有一些综合的我个人的一些小评比。
我们先让它站稳了。首先的话呢，我们把 OP 拿出来，相比较之下 OP 会个子比较小很多，而且感觉的话吧， OP 还真的是偏瘦了，对不对？就一整个看起来，难怪就是，而且他 OP 没有副武器啊，里面有副武器就很奇怪，你根本就一副就打不过他的样子，这是不是太奇怪了呢，是吧？然后呢，再来是被他这个在电影里头呢被他杀掉一段时间的杀掉一段时间的 Bumblebee。 好，这个身高应该是有搭吧啊。那再来就是第一波里头呢最受好评的这个金刚王，身高的话呢跟他比较接近啊，略矮一点点啊，壮硕度的话倒是比他高一些。那这个是目前为止呢给大家分享的这个 Euro Park 的四个玩具。那其实环保也到了啊，我最近几天我就赶快把它给一同安排上。那我自己的话呢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系列的啊，虽然它不可变形，但是因为我很喜欢第七集的玩具，那能够看到这个造型做的还是蛮帅气的，虽然可动这款的可动是稍微差了一点点，也不能说差了，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啊，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好，但是它帅就完事了，而且我们自己对它有特别的情感存在，所以就对它是一点都不后悔买了这个家伙。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